黄色对白录音带，如遇单身女客上车，便已播放已挑逗已有。有者欲此大骂我缺德鬼色魔，但我心灾乐祸全无害羞。有一次夜里改造一位少女，生得甚为艳丽，我色心大起，立即放出黄色录音带，并加快车速将其改至荒郊，以遭威胁而强奸之。如法炮制有三次加，不幸五年前一次超车发生车祸，一令呜呼哀哉，立见牛头马面，以铁锁扣押而赴民府。经过各殿审查而交来五殿，判入诛心地狱三十年，每日受苦，后悔已是太晚。希望杨善生回杨后，转告杨人生前所作所为，死后到阴间一一结算清楚，难逃刑罚，只恨自己浅见，造下大罪。玉官此魂罪孽深重，被折阳寿十年，早收回的府，以除恶孽。呆本欲受刑毕，将打入阿鼻地狱永不超生，世人应以此为鉴。色为万恶之首，凡不正之交，或强奸妇女，或在车内放出黄色录音待等之恶行，因律不赦，如不慎行，后日已是无法补救。即佛诸心之行比其他刑罚要苦万倍，世人皆勿昧心做事，否则报应临头，悔之莫及。因时刻已到，杨生准备回堂。杨生多谢玉官及将军，即佛快上莲台。杨生遵命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即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家。